三月植树月，林务局在南投埔里举办种树减碳的推广活动，现场送出3000株的苗栽，吸引民众前来索取。而说到节能减碳，云林麦寮有民众在田里种下了一大片波斯菊，不仅环保绿美化，还达到敦亲睦邻的效果。女性穿高跟鞋，虽然说体态婀娜多姿，却容易导致脚拇指外翻。医师就提醒了，正确的走路姿势才是保健的根本之道。想要知道更多详情，请锁定今天3月1号的《中台湾生活网》。